左胳膊的胳膊肘那地方痛了啊，病人讲，跟啊，现在正在击打左派的中层，以上面的连接啊，以上面的连接，他们现在中层也知道了啊，知道了那个他们的上层呢太腐败了。以前还捏着藏着，外界是不知道的啊，悄悄的干，悄悄的干，现在是公开的啊，现在公开的，公开的，现在让那些中层的人呢，同高层的人呢打交道的事啊，一旦被人家知道，他觉得，无地自容了，无地自容了，因为高层这么腐败，你还同他去连，打交道的，说不定你也是腐败，你也是腐败的一部分，现在人家已经觉得不好意思在。再同他们打交道，已经不好意思啊、已经不好意思了，已经不好意思同他们打交道，已经不好意思同他们打交道，所以啊，现在，已经不好意思同他们打交道了啊，所以现在，忠诚呢，慢慢也要离开了啊，忠诚呢，也要离开了啊，离开，断开同高层的连接啊。太腐败了啊！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